踏上地下缆车冰川之旅正式开始，你会用8分钟的时间穿过3.8公里的隧道，提升海拔1100米，到达高山站2840米。35年前第一次通车。Après 滑雪后的音乐狂欢不容错过。Pista 造雪工厂，这个建筑晚上就会造出很多的雪，然后通过传送带。 是运输到雪道上，堆出一个小山包，压雪机再把雪给推走，压平铺满整个雪道。这个造雪工厂在雪场是很少见的 ，Pista 是我唯一一个知道雪场拥有这种造雪工厂的，所以它可以保证它开场会比较早，一般9月中下旬就可以开场。滑雪去喽！好，走。 这里是 Pista 最高的雪道了，是红道，但是其实并没有非常陡。你看，训练队很多在这里训练，然后只留了那边一点给游客用。可以看到很远处的风景，非常漂亮，可以看一整个山峰，看整个群山都可以看到。 这是特有的 Valen 版，小朋友、大人都可以玩。其他雪场还没有看到这种程度的，一般是建筑这种比较大的包，就做公园用嘛。这里是可以体验的，走吧。 波浪道的左边是比较宽敞的蓝道，很平缓，虽然它标了是个红道。它的右边是未来即将可以做 face 的追逐比赛的赛道，世界级的。现在还没有开始修，因为雪还不足够好。 看那边的混凝土建筑，那就是白光教堂，是奥地利最高的一个教堂，是蒂罗尔的一位艺术家做的设计。3年前在这里举办了一场神圣的婚礼，是第一场在山顶教堂举办的婚礼。现在是10月初，完全可以做到上午滑雪，下午徒步。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白光教堂的门口了。这个教堂3年前的那个婚礼背后还有一段故事。一个女士来这儿滑雪，Pista 滑雪，认识了这儿的一位滑雪教练，然后他们相爱，然后就结婚了，就在这儿。哦，看那个光很漂亮，是因为那边有彩色的玻璃。 白光教堂这里也是徒步开始的地方，这里有一条非常不错的徒步线路，然后周边有很多，应该跟我们藏区是一样的，都是堆了满一堆。Wilderspitze 是奥地利最高的缆车，上到山顶会有很好的风景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。 从 Wilderspitze 下来，直对着的就是我们奥地利最高的咖啡厅，咖啡3,440。就是最高咖啡厅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就是最特别的地方是，他们每天要准备什么饭菜、什么糕点，会根据当天的气压来定。因为太高了，所以气压的变化会让食物制作也产生变化。而我们每个人到高海拔地区之后，尝到的味道也会跟山下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同一块蛋糕，我们在山上尝到的和山下是不一样的。全玻璃的。 室外露台可以在这喝咖啡、晒太阳，然后可以看到下面的雪道。前面就是 Wildspitze 了，看到下面雪道。下面是雪道，从这儿也有雪道可以滑过去，看后面的冰川。然后从这边走，我们就可以上到顶上去。上面是它的观景台，一个全景360度的观景台，从这里就可以上去。走。 现在我们就上到了 Pista 最高的地方，在这里有个360度观景的平台，这个平台上面画了所有周围对应的山峰，然后并且有名字，还有它的海拔高度，然后可以看到不同方向看过去山谷是哪里，像这个就是杜拜。 这看过去是杜拜。平台中间有一台望远镜，是免费的，可以通过这里面看到对应的山峰和上面的名字和海拔，就不用看平台上的图了，可以看。像这个，好像有反光。 因为这里的学卡多数都是有押金的，下山后千万别忘了在这里插卡，自动退押金。